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湘妹洋子。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，情人节，也是我妈妈的生日啊。今天还在下雨啊，由于张家界疫情期间居家隔离，我们今天也不能外出了，只能在家里面给妈妈庆祝生日了。往年的话，姐姐她们也会来的，这一天会比较热闹，做一大桌子的好菜。这个节日呢，就只有我跟爸爸陪妈妈一起过了，给妈妈准备了一个礼物，希望她能够永远年轻、快乐、健康。妈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啊，谢谢，送你点礼物。好，谢谢。老爸，你的礼物？那什么礼物呢？今天又不是你的生日，你的礼物，你给妈的礼物。你上次，你上次不是讲你妈过生日的时候，你要给她送一束玫瑰花的吗？花儿啊？花是哪来的花啊？你的花儿，你就讲要给她买一百件连衣裙的。那时间不会想不上的。哦，你给她发了个红包啊？因为我们张家疫情期间嘛，又不能外出。我身体不得了，买个花儿。出不去。出不去，花儿都不得吃。哎呀，你看，王师傅正好有理由了，正好有正当理由了。本来上次说的是，如果老妈生日的时候，老爸没有给她送玫瑰花，她就要给老妈买一百件连衣裙。看我们吃了啥？今年妈妈的生日吃的比较简单，往年的话都吃的特别丰盛，一大桌子菜。今天简简单单就吃一点黄豆、霉豆腐、猪肉炒辣椒、苦瓜、鸭肉、丝瓜、西红柿。今年姐姐他们也不能来，只有我们三个人在家陪妈妈过生日了。主要的还是要感谢杨子的粉丝支持他的，还有事儿都疫情期间啊、要守规矩，对不对？好多亲戚今儿早上也都在问，但疫情马上改得大，尽管我们的真情还在。感谢他们，这永远都是我的最亲的人。还有到今天来工作的那些人员，也祝他们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都一起走过这个疫情。隔得断距离，隔不断亲情。虽然今天妈妈的生日，很多亲人朋友没有过来。早上的时候给妈妈打电话，相互之间都嘘寒问暖，时常都有关心和照顾。今天早晨哈，就是那个疫情的问老妹儿嘛，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今天早晨农忙的时间，都给我发过信息，写祝你今天生日快乐。她一直在疫情沟通工作，也祝她在工作里也注意防护自己。还有我老婆。不亲的那个侄子比我儿子比我的那个还亲，他也在医院的医生上，每回也在问我，姑姑你好不好？你一定要注意，也祝他在工作上也注意防护，祝他一切顺利。我们一起共度这个疫情，大家一起加油，加油。我们有一些亲人朋友也在一线，正在做抗疫战斗。也希望他们能够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不光是我们自己的亲人朋友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一线的医务人员、工作者都要平安健康。我们一起度过这个疫情的难关，相信很快就能把这个病毒给战胜住的。也感谢我小亲女儿每次都给我送礼物，她也很辛苦，为了这个家也很辛苦。这不是子女应该做的吗？爸妈快乐，子女就不辛苦，快乐健康。一辈子就可以了。关键是这个疫情过了，张哥，中国加油，张哥加油，一起扛过这个疫情。就像背后的明天。还有全球很多人民也都在这个疫情的笼罩之下，也希望全球所有的在疫情之下的朋友们都能够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啊，你一天气。其实昨天就有个粉丝朋友的记性特别好，说。明天是妈妈的生日了，打算怎么过、他记得好清楚呀。他说去年过生日的时候好多人，今年怎么都过。今年受疫情影响，我们就三个人一起过。三方共同原则主要是大家都健康平安。疫情隔断完，但亲情没有隔断。但虽然没有那么多亲人到我面前，但他们的心意也是在我心里一直。好像我心里听到心里特别特别感动，特别特别高兴。比平时中农多还高兴些是吧？是。
在困难时期工作的英国人还在记得我，想到我，嗯，就很感动啊。嗯，我特别特别的感动。还有我的那个外孙女小芳给我发条信息，外婆祝你生日快乐，今年也得十几岁，但她那份心每回是就是这个外婆，外婆还是感到高兴，生命中有他们。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，平时大家都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的时候，没有那么多的嘘寒问暖，但是一旦遇到什么、遇到大灾难、大问题的时候，大家都还是比较团结，挂念这份亲情的。以前可能过生日就过生日，好像就很平常，但是现在在这个疫情期间，好像亲人之间就更加多的关照、关心和牵挂。茄子这两天胃口特别好。我今天早上吃食，这是食物感动的因子。年年没过着疫情的时候还没回，没有疫情的时候他没第一时间有我。今天今天生日快乐，今天是事我这儿在都在35个年头是36个年头的，好嗨。从小玩也玩到大的。老妈今天很感动，因为早上一起来，以前可能都没有怎么关注过他哪天生日的人，今天都第一时间一大早就给他发来问候，所以他今天很感动。也祝他们平平安安的。嗯。再想买点啤酒。那个碗里怎么那味儿是你听的？我大他10岁。这叫我要想了。嗯。哎呀，什么时候生社会香了？我有啤酒，两瓶啤酒。哎，那啤酒去面。我家门儿没钱。我这肚子在那儿。对。这他家母亲第二把心情呢，他说什么早点才难大就难大，因为疫情期间有不用那个难大就难大，就不钱啊是管理的嘞。不要我自己我有有出现这些情况，你就要这样打点吧。那个今天早上的话是你晚上都不过到晚上你没约了吗？你没约我也没穿，你老家不过来，你有事就过来就知道晚上我不管了看呗。妈，你不吃家睡的吗？我你们家干的？我学的，我最近那些姑娘换了个汽车，车子车子也换了，我那是花钱，我今天。你这，你那里花好多钱不多？哎。